Sharp King。可以。噔噔噔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这次要接爱心，接爱心。你干什么啦？晚安，接爱心啦、啊！爱心爱心。晚安。哎，我天天都没力气。你吃到一个骨头会爆炸、啊。吃到骨头不会一个爆炸。嗯。哎，干什么的你啦？我早就会这个了，喂。哇、哦，好厉害哦！99个，来看结果是怎么样。三颗。那我们换姐姐来一次。我不要这个了啦，很难拿死了，我这个不会，这个都不会。好，一人玩一次哦。哦，没败哦。没败哟。没败哟。这是什么啊？卫生。礼券宝贝吗？卫生。还有，这应该是花椰菜吧？对，我蛮喜欢花椰菜，爱油的。好喽。然后呢？你要哪一间？挖壳间。你觉得我先要？我来。刚刚不是你吗？来。他要一个。粉末。嗯。还有这个。倒进去。这是砂糖，砂糖倒进去，然后再一个砂糖倒进去。这是什么盐巴吗？盐巴，对，盐巴。然后把那个起司磨一磨，放进去。饼干，起司啦，那是起司。起司饼干。然后再加牛奶跟一个鸡蛋，还有。然后搅一搅，搅拌，完成。是你帮我。那这个呢？倒进去面，倒进面粉里面。然后呢？然后再搅拌。再搅拌。就会变成冰淇淋。这是黄金糖吗？然后这样子。啵啵啵啵啵，把纸盒压好。可是它看起来好像做蛋挞、哦。哎，是做冰淇淋。这是烤箱，它把它放进烤箱里面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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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。就会变成冰。要挤美乃滋吗？不是红色的美乃滋啊。不是美乃滋，是。要加什么？第一个是草莓，第二个是蓝莓，巧克力米。完成。三个。三颗星，好了，我们先玩这两个，来，有没有很棒？有。好，那我们要说什么啦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小贝金好玩吗？好玩。对，有这个哎。卡西。九块。呀。他。啊。啊。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咖啡豆宝贝。